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这爬的是第51趟，说好了爬100趟，你们就给我烧鸡翅，给我肉吃啊！毛毛，哎，珊珊姐回来了，珊珊姐，珊珊姐回来了。哎呀，哎，想我没？想。毛毛，我想死你做的好吃的了，一会儿给姐做点。得嘞，珊珊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咱们根据地的战士们呀。 是盼你回来，那是盼星星盼月亮，盼的眼睛都差点瞎了。怎么说话的呢？什么瞎不瞎的？我怎么说话了？哦，对对对对，是盼的心都凉了。毛毛，这么长时间你拍马屁的功夫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？珊珊姐，那个我文化不高，正在学习中。燕儿，你看这排场，不是团长，胜似团长。二师兄。 你是有志向给我们山鹰姐当参谋长还是怎么着？怎么说话呢？起码得是个师长，要不然怎么降得住他呢？王梦，王梦，啊，团长来了。珊姐，我去给你们做好吃的啊！哎，走走走走。小赵心里还是有我的，知道我回来亲自出来迎接。野山鹰同志吗？你是谁？你好，我是新任团长刘长风。 你好，新任团长，那赵志国呢？他去哪儿了？这位是？什么叫这位？这位就大了，前海防小组总参谋，现任山鹰战队总参谋朱有为，还有一位山鹰战队总参谋助理魏子豪，奉命完成扫尾未能及时赶到，我们是协助山鹰同志完成任务。今日改投西四军，死也不走了。野山鹰同志，果然是有魅力。 什么魅力不魅力的？哎，你怎么岔开话题啊？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赵志国去哪儿了？这怎么是转移话题呢？同志们回来了，我关心你们一下应该的。另外，对野山鹰同志护送军事专家曹大年顺利凯旋归来，表示祝贺，干得好。晚上通知炊事班加2个菜，为同志们接风洗尘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 把山鹰同志安顿好，这儿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二班长，哎，你告诉我，赵志国去哪儿了？他是调到别的团去了，还是调到师部去了？山鹰姐，这事我就真不知道了，您回头还是问团长吧。我还是先走了。这个姓赵的卖什么关子啊？ 躲猫猫好玩吗？姓赵的是你叫的吗？再说了，躲不躲猫猫关你什么事儿？我觉得吧，是赵团长不想见你，你这样死乞白赖的，何必呢？他想不想见我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一点都不想见到你。你不想见我，我偏偏天天让你见，我不能让你伤心啊！嘿。 刘团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老躲着我，当然了，我也不稀罕来找你。我找你就一个事儿，赵志国去哪儿了？啊，他是犯了错误被调离了，还是去学习了？是死是活，你给我个准信儿啊！
他一生杀敌无数，够本了。只可惜，他没亲眼见你穿上这身军装。你们在骗我！赵志国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！ 这山鹰姐中午的面还都没吃呢，哎呀，可能是我这面啊油盐放少了吧。毛毛，啊，你去吧，你也饿一天了，我在这儿陪她就行了。哎，现在啊，也就是你陪在这儿，我才能放心点儿。哎，不过一会儿山鹰姐要是出来，你可不能跟她说你陪她的时间比我陪她的时间多。 啥意思？没事，我先忙去了啊。 燕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整天像块牛皮糖似的粘着你吗？因为我只想天天跟你在一起，天天能看到你，跟你一起打小日本干革命，我就知足了。至于赵团长的牺牲， 那也是因为打小日本的，这是光荣。子弹不长眼，指不定哪天谁都会两眼一闭就去了。可是不管谁没有，咱都得朝前走，不能停是吧？你真的想要它？嗯，那就送给你了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必须把它给我保存好，不能丢了。要是丢了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是。 人在蛋壳在。这关键时刻嘴怎么这么笨呢？可是，牺牲的兄弟姐妹，又何止赵团长一个人？还有你哥、梅娘、雪婷。 我还是给你念一首雪婷最喜欢的《火光》吧。很久以前，在一个漆黑的秋天的夜晚，我泛舟在西伯利亚一条阴森森的河上，火光又明又亮，好像就在眼前。 我要让赵志国看看我穿军装的样子。燕儿，你这面还没吃呢。赵志国。 你太不仗义了，啊！连个招呼都不打，就自己偷偷跑过来躲亲戚。你不是答应过我，说你做好了准备，就来娶我的吗？我不哭，我知道，你一定不希望看见我哭。我跟你保证。 我要做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，勇敢、坚强、果断，这样才配得上你送我的这身军装。敬礼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好啊，好啊，给我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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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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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，再说被服厂的是做衣服的，那是裁缝，我才不去呢。裁缝怎么了？裁缝那也是革命工作者，你这种封建思想我跟你说可不能要，很可怕。另外你说如果没有裁缝，咱们这些战士穿什么打仗？我向你保证，你这工作是暂时的。暂时的？对啊，说白了赵团长的意思就是对你多磨练磨练，你以后肯定大有作为。好吧。苏伟堂已经察觉到郁金香的事了，但他还不知道郁金香究竟是谁。现在只有让郁金香死了。让郁金香死？郁金香不是？是王二宝。啊！我已经约了竹野，在四平路的清风茶楼二号包厢，我要把这个当作情报，告诉王二宝。是，我马上去准备。野厂长，野厂长，不要叫我野厂长，我野山鹰只当战斗排的排长，叫我山鹰就好了。好，山鹰，你看一下这两块布，一个是用大树皮染的，一个是用艾蒿染的，可是这两块布颜色有点……这是给一个团做衣服用的。这颜色不一样，能不能用？能用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有布就不错了。这样，让他们一个班一个颜色，大老远就能看出来哪个是哪个班。哦，你这人说话倒挺有趣的。那我先下去忙了。嗯。新官上任三把火呀。
你俩怎么穿成这样来了？唱堂会呢？珊姐，哟，你们这是？刘团长有令，为了协助野山鹰同志管理好被服厂，特令我为副女主任、副厂长。刘团长还有令呢，为了让野山鹰同志安心的当好被服厂厂长，特意让我毛毛前来给山鹰姐做后勤勤务兵。啊，刘团长那么大的官都没有后勤勤务兵，他有后勤勤务兵啊？现在被服厂那么忙，厂长的伙食能差了吗？哎，别的我不管，反正山鹰姐的伙食我是包吃包做。哎，山鹰姐，哎，喝粥。那还有副厂长呢，你喝啊。我不喝，你喝，你喝。翠花，翠花，翠花喝粥了，翠花啊。有人想喝呀，还喝不着呢。春天的樱花开的是什么颜色？对不起，我走错房间了。处长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说春天的樱花是什么颜色的？看看他还有没有气。没有，就是幸运而已。要说真的，还是咱们局长领导有方啊。王处长，您这次消灭了隐藏机身的郁金香，还得到了局长亲自颁发的云辉勋章，晚上是不是该意思意思啊？那肯定了。报告处长，有紧急情报。啊，好，你们先坐一下，别忘了，晚上9点钟凯司令啊，一定要到啊。一定一定。嗯。让王二宝代替你成为郁金香，这可是一步险棋啊，弄不好可是满盘皆输的。
这是险中求胜的最好方法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输了。可是经验告诉我，灭口是很重要，可是灭口之后的清理工作更重要。消除一切痕迹，才能高枕无忧啊。收拾，李忠。我们被俘场作为新四军的后勤保障部门，也要随时做好上战场的准备。今天我就跟大家说一说如何精准射击。精准射击的要领是三点成一线，哪三点？眼睛、准星和前方目标。下面我来给大家做个示范。还有一点，就是枪托一定要抵着肩。篮子，到，你来试试。来来来，哎，要这么拿。哎，对，我说怎么到处找不到，跑这儿来了。哎，住了，看见没有？毛毛怎么也在这儿啊？然后这样啊，去瞄那个红的，你手往后一点，啊，这儿，手，对对对，哎，对，就这个。好，哎，就这样。你如果要是说觉得这个地方远的话呀，你就把这个。我说厨子，这颠勺的手会舞刀弄枪吗？还教人？哎呀，知道怎么教吗？就是。我说二师兄啊，你是怎么着？不服是怎么着？想跟我比试比试是不是？瞧着没，这小子可跟你较上劲了。再看英儿那眼神，比，比，比就比。篮子，归队。好的。看看你有没有真本事。别陷了啊，看好了啊。好好好好好。哎，二师兄啊，来吧。来就来，二师兄打一个让他看。二师兄快打呀。打呀。说这打静止的算什么本事啊？我们在战场上都是打移动的，移动着打。静止了你都打不着，你还打移动的呢？哼，不行，来文的，文的。对，不行就来文的，咱比比文才。哼，我十二岁就当兵了，还不知道你干嘛呢？你还跟我比文的，说，比什么文的？哎呦我，都闭嘴！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，大家各自回去体会一下。别在这丢人现眼，给我你！哎呦，二师兄，走走走，二师兄，你丢人啊！丢人了，丢人了吧？哎呀，你这太丢人了！你这枪怎么打的呀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在英儿面前我紧张。哎呀，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练练心理。生日快乐。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？你是在批评我啊？啊，来打开看看。谢谢处长。这叫勃朗宁手枪，又叫掌心雷，可以装6发子弹，有效射程是30公尺，
携带方便，适合特工。这枪送给你呢，是便于你防身的。谢谢。真的，这把枪真的很适合你，以后他一定能够在关键的时候发挥最大的效用。谢谢处长。很久没有看到你这样的笑容了。啊，这女孩子嘛，就应该常常笑的吧。处长，您真的很厉害。我刚跟您说郁金香的事，你就把它拿货了，而且还让我做了见证人。你告诉我那件事情之后呢，我就马上开始部署。那你也知道，这军统的情报系统，它的触角是很广的。这人，我必须要给他拿下。怎么，你有疑问？啊，哪里，我是佩服你的精明。啊，王伯雄在来的路上就准备了一系列的计划，来封苏海棠的口。本来他还心存一丝幻想，可是在苏海棠说出这番话之后，王伯雄决定实施自己的计划。对了，有新任务了。新的任务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项任务。你知道这民联副主席王硕勋吗？我知道，抗战胜利以后，他一直在倡导国共合作，共同执政。对，你的任务就是保护他的安全。三天之后，他会在和平广场展开和平演说。据可靠情报，中共想要在他演说之时秘密刺杀他。不可能吧？中共为什么要刺杀他呢？反对他言论的应该是国民政府啊。这就是中共的高明之处啊，制造暗杀，抹黑国民政府，借机造反。燕儿，干嘛呢？干活呢？累不累啊？要不要我帮你干？哦，写字儿呢。我就珊姐，他会来。你看，珊姐，珊姐，你尝尝什么呀？土豆烧鸡。哪儿来的鸡啊？肯定是偷的呀。什么呀？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后勤大队啊，养了一批小鸡刚出栏，团长的意思呀，让我给大家伙坐着尝尝。这不头一锅吗？先给您盛过来，让您尝尝，给我提提意见。好吃，没啥意见，就这个吧。哎呀，要不我不吃。耗子兄弟尝尝啊！你看我这，我就说嘛，我不可能让山鹰一个人尝嘛。啊，对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吃香，来块来个，我不吃，心操碎了一地，老香了。哎，要不耗子兄弟再尝一口？没事，他不吃，我替他吃。真不错，我跟你说啊，毛毛啊，你不光枪打得好，哎，这饭做的更好。你要觉得好吃啊，一会儿我做完了之后呢，我单独给你盛一份。你要是再帮我的话，以后我做什么我都单独给你开小灶。那个尝的差不多了，你接着吃啊。珊姐，哎，算了，我还是再给你盛一份吧。啊，
门外挂着“回乡半月，暂停营业”的牌子，那就说明情况有变。组织上不可能使用这么卑劣的手段，更不可能暗杀一个无辜的民盟主席。这件事太像一个阴谋了。为什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和组织突然失去联系？我现在要做的只有用尽自己的力量去阻止这个阴谋发生。这个就是王硕勋演讲的地方，和平广场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这个地方一共有两个点适合狙击。主席台的对面有一个四层楼，这个楼的顶层是一个最佳的射击点。主席台的两侧有广告牌，所以说杀手不会选择在两侧下手。除了正面和侧面，还有一个绝佳的狙击点，在这儿，滨江大厦。那为什么不在海洋大厦动手？我认为这里也可以刺杀王硕轩。如果我是杀手，一定会选择在滨江大厦动手，而海洋大厦只适合阻止他们的行动。局长，我们在滨江大厦正好能看见海洋大厦。这里虽然比滨江大厦要低，但是滨江大厦十层以上归副市长周万全所有，所以说就算杀手再胆大包天，也不敢在周副市长家中行动。所以从这十楼可以瞄准对面九层以下所有的房间。对。丹阳。哎，老师，房间查得怎么样？滨江大厦56名户主均已查清，但最适合射击的5楼以上的住户，有几户有嫌疑。继续排查。是。报告，电话安装完毕。很好。我会叫上官雪负责对演讲当天进出滨江大厦所有的人员进行排查，这边由你们两个负责。是，是老师。能不能力挽狂澜，把危机消灭与萌芽？就靠你们了。啊，压力别太大，干活之前咱们先填饱肚子再说，吃火锅去。还是老师最体贴下属。走走。苏海棠和王处长离开那个房间了。你以为伯雄对你没有防备，竟然想查出谁是郁金香？从此以后，你苏海棠就是伯雄的敌人，我会时刻盯着。小马，回办公室把其他兄弟叫上。是。哎呀，我把小贝的药点给落屋里了，说好中午要给他的。那怎么办？那我回去拿，快去。哦。哎，丹阳呢？哦，他回刚才的房间拿本书，咱们先走吧。老师。哦，啊，走。
都摆好了啊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24小时蹲守，严密监控滨江大厦。好。你最好还是睡会儿，我怕你晚上顶不住。我没事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天越黑我越精神。哎姐，你说共产党真的会杀王硕勋吗？这情报准确吗？我只负责完成任务。那要真的是国共内战的话，我们和野山鹰不就成敌人了吗？